2019年与阿克拉结婚，婚后迎来宝贝儿子，一家三口幸福美满。不过一向保护儿子隐私的她，近日就罕见晒出一家三口照片。林志玲29日迎接49岁生日，她就在社群感性po文写下：“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我的生日愿望真心只有一个，希望身旁的人都健康平安，大家快快乐乐。”而她也贴出一家三口同框照，只见她和阿克拉笑着看向镜头，儿子则是站在他们中间，虽然脸部有表情符号遮住，但小手紧抓着包包，人相当可爱。另外，虽然儿子还未满2岁，但可以看出遗传爸妈的高挑身材，网友们看到后惊呼：“孩子这么大了吗？”时间过好快，也纷纷祝福林志玲生日快乐，要幸福啊！